好，欢迎来到美国文学。有声音吗？有，好。其实美国文学才是我的专长。平常看课表上什么英国文学、英国作家，那主要是必修，这个才是我主要研究的东西。那美国文学这门课也是跟英国文学导论一样，是一门以历史为主的课程。我们是借由美国的重要及代表性文学作品，去探究美国人的价值、历史发展以及他们人民所关心的一些事情。那跟英国文学相反的是，英国文学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美国是1776年建国。会觉得说这样的话，美国文学作品应该比较少吧，对不对？但事实上，如果你去比较课本的话，英国文学分两册，美国文学分5册，主要是因为是美国的出版社，那就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变成说，我们上英国文学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每100年分一个时期，那人类社会历史每100年的变化，通常蛮明显的。所以就是当每一次在讲说，哎，这个时期的特色是什么，就明显跟下一个时期特色有差别，比较容易去分辨。但是美国文学250年分5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只有50年，光一个人就可以就是经历3个不同时期了。所以就变成时期之间的差异稍微小一点。有些东西，譬如说我们上某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也许我会说他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可是他却是在上一个时期就出生，或是可能他一直到下一个时期都还在写作。所以文学的时期的分法其实比较模糊，比较没有那么确定。我在排课的时候，甚至在想说，要不要干脆不要当历史课，直接当文学课来上算了。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美国的文化史，这蛮重要的。所以呢，如果譬如说中间有一个作家，他被归在19世纪末，可是他的成名作写在20世纪初。那我是把它一样放在19世纪末了。那这个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即便他的成名作，他也是在回顾上一个时期的。所关切的事情，所以因为是文学史的课程，所以考试的时候也会去问说，诶，这个作品为什么属于这个时期，而不是另外一个时期？那就变成那个分别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可能就要多下一点功夫去论述。帮我关一下后门，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Moodle。我课程设计都是所有你需要的资讯，通通都在 Moodle 上面。那如果要联络我的话，这是我的 email。如果你去点我的 Moodle 的账号，然后它会显示另外一个 email，那个 email 不通，要联络我，请用这个 email。那如果你有需要加入 Teams，但是学校还没有把你加入，你可以用这个编码把自己加进去。好，接下来课纲，我们这学期要干嘛？美国文学另外一个特色是，因为它大约18世纪开始，所以文学的趋势已经渐渐从韵文开始变成散文了。所以英国文学前面几个时期大部分都是诗。但是美国文学，会比较多散文体的东西，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所以阅读量会比英国文学课多一点。第一周简介课程，然后会直接介绍2个时期，第一个是早期美国文学，我们不会去读他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其实就跟英国的那个文艺复，不是英国的，叫什么中世纪一样，就是大部分作品其实有点无聊啦。所以美国文学早期
的作品很多是历史记载啦，或是宗教文献啦、政治文献啦，或是美国原住民的一些口传故事跟传奇。坦白说，我对美国原住民的研究不深，要带你们看的话，能够教的东西不多，所以我总觉得为了一个美国原住民文学就保留一整个时期，好像有点浪费，所以我就直接用简介的方式讲一些历史 的关键事件，所以这等一下会讲。然后介绍完早期美国文学之后，接下来会讲战前时期，战前 antebellum， 它指的是美国内战。美国内战是1861到1865，所以这个时期大概是1820到1861之间。然后讲解完这个时期之后呢，我就会介绍下一周你们要读的两个作家的背景。一开始让你们先轻松一点，我们读几篇诗。到了第三周才开始读短篇小说一篇，然后第四周我们要上艾伦坡。你们有听过艾伦坡这个人吗？没有。好，他很有趣，他写一些恐怖小说啦，推理小说什么，所以第四周我们要读一篇他的推理小说。第五周比较主题性的，我们要讲那个黑奴问题，借有两篇，第一篇是林肯总统的盖茨堡宣言演讲，然后第二篇是一个被解放的美国黑奴 的演讲，借有两篇演讲去比对看不同的观点。然后第六周就会进入19世纪下半叶，它就叫做 Late 19th Century， 介绍被公认美国最重要的两个诗人，惠特曼跟狄锦森，Walt Whitman 跟 Emily Dickinson。 狄锦森最近有去年还前年有影集在 Netflix 可以看。 Dickinson 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他这十几年以来那个历史生平有了新的大发现，到时候 会跟你们讲说我们对他的理解如何改变的。然后第十八周也会看他的电影。好，然后第八周也会介绍期中考。这学期开始取消了统一期中期末考，所以第九周、第十八周都要来这边。那考试形式，如果你上过我其他文学课程，考试形式都一样，就是介绍完之后，你会有一个礼拜时间可以回家上 Moodle 去作答。所以第九周我们就继续上课，这对你们稍微辛苦一点点的，就是你们又要边去作答，然后又要边去预习下一周的那个进度。所以我也是尽量让你们轻松一点。第九周之前要读的也是诗，我想想，没有，第十周之前要读完，第九周单纯就是来这边听我介绍下一个时期，以及下一个时期的诗人。下一个时期叫做 Interwar Era， 战间期，这边讲的就是一战跟二战之间。然后第十周上的是五首诗，第十一周的东西蛮有趣的。我们会上一个诗人叫 Ezra Pound， 其中一个诗人叫 Ezra Pound， 那挑了两首他的诗，第二首是长干行的翻译。他本人其实不懂中文，他是找一个懂日文的人去，就是把长干行的故事讲给他听，然后借由他所理解的那个故事，然后写成英文诗。所以到时候可以看一看西方人扭曲我们的文化之后长什么样子。同时十一周也会应该会介绍吧，不是。这边十三周会介绍第四个时期，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 ，the late 20th century。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二十世纪嘛，但是历史这种东西变化比较慢。我们虽然已经到了2023年了，但是对于所谓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文学世纪，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有争议的。所以呢，为了避免争议，这门课就是把
二十世纪下半叶一将全部都叫二十世纪下半叶。第十四周要读的这篇故事 ，James Baldwin 写的《Sonny's Blues》是这学期最长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提前一周开始读，也许一周读完可能要花两周。不过我这故事写得非常好，非常然后带出很多重要主题，所以这是一定要带你们看的啦。对，然后第十八周你们还是要来，但是如果第十八周才开始期末考的话，我成绩十九周星期四就要送出，这样你们根本没有一个礼拜时间，我还要有时间改，所以期末考从十七周开始，然后给你们一个礼拜，所以第十八周来这边就是看电影。啊，这部电影《Wild Nights with Emily》是讲 Emily Dickinson， 算是传记片吧，是根据就是最近对 Dickinson 生平重新理解去拍的一部传记片，但是是拍成喜剧。对，我也没看过，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就是放松一下。OK， 课程进度这样有想提问吗？嗯，好，就刚刚讲几个重要地方，到时候我会再提醒你们一次。如果对于文学课程不是很熟悉的话，学习建议就是 come to class, follow the exam rules, and you'll be fine. 你只要乖乖听话来上课，乖乖考试，应该就会过吧。配分跟其他文学课一样，也不是其他的，英国文学不一样，但是跟我其他选修文学课一样，期中考四十分，期末考四十分，出席率二十分，出席率。如果你们缺课达七周就会被系统死档嘛，所以二十分去看整个十八周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二十分是单纯看你缺席的前六次，如果那么六次二十分，所以如果你旷课一周就会扣三分总成绩，如果生病的没关系。对，好，有那个国家防灾日演练。三位同学 ，OK。我等一下，好，等一下上课。OK， 好，谢谢。好，我先把那个这个东东讲完，我再跟你们讲这个防灾演练什么东西。好，所以出席率是，如果你旷课一周就扣三分总成绩。如果生病请病假或是临时有事情事假，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无故未到的话就会扣分。好，配分的部分，然后上课内容都会发讲义啦，我这边就准备一点。好，课纲有要提问吗？好，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防灾演练，就下礼拜也是这个时间，是国家防灾日，所以他突然会响一个警铃还是警钟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就要把大家带去操场。那大家都去操场的话，东西要有人顾，所以要派一位同学留守然后顾东西。看一下哦。那然后带队的时候要有人举牌，然后也要拍照存证，说我们确实有做。所以，有谁自愿举牌带队吗？会记嘉奖。好。
好，然后 Moodle 接下来是这样的，如果我会尽量，你们需要知道的资讯都会在课堂上跟你们讲。可是如果临时有事要通知的话，会在这边 po 文。po 文的时候，系统就会寄全班信到你们的学号信箱，就是 @me.mcu 那个信箱。啊，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学校信箱，所以没有看信箱习惯的同学，请时不时上 Moodle 这边看。如果有更新的资讯，我会把这个部分，我会把日期跟主旨写在这边啊。所以如果日期主旨看起来很陌生的话，你就可以点进来确认。OK，接下来下一个东东，attendance 这个是我输入你们那个出席率的地方，出席率成绩。你们现在看不到，我把它隐藏起来了。接下来这个你不用知道，我们用中文上课，你不用字幕。如果你们还是不太了解为什么应用英语学习要上文学课的话，这边有一篇文章可以读一下，这是中文的文章。里面提到蛮多理由的，譬如说。什么增广见闻啊，培养同情心、同理心啊，其实同理心没有什么用的。然后还有一个理由蛮重要，就是人生其实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会有很多变化，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预料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通常让人感受最深切。所以也常常是文学家拿来写的主题，所以读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面也可以帮你们打预防针，为人生的一些变化有一些心理准备。当然不是100%啦，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但至少不会就是，我觉得突如其来，然后我一片慌乱，会有一点点底子。那另外还有一些好处，譬如说研究显示读文学的人语言能力比较好，什么单字量比较大，文法比较好之类的。确实啦，尤其我们比较早期的作品，真的能读通的话，代表说你对这个语言的掌握力比较强。19世纪的人很喜欢用很凑很长的句子，然后很艰深的单字，我当然是尽量避开了，但也不是，也没办法100%避开，所以课堂上会遇到一些。这也是练习语感跟语言能力的一个好机会。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把这篇文章读一读。好，接下来这个档案，我们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都会介绍一遍嘛。那这个档案就是汇整所有的那个介绍文学时期的讲义，放在同一个档案里面，所以到时候你就不用，到时候我们其实会发5份讲义。你就不用每一份就是翻来翻去找，你需要的话，这边就有电子档。这下一个 introductions，每一个作家课本都有简介，但是我们硬讲义有页数限制，所以呢，我就会用讲课的方式给你们摘要。那如果你们对于某一个作家特别有兴趣的话呢，我把所有的作家简介全部都汇整起来放在这个档案，你们可以自己下载来找读一读。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第十八周的电影，放完之后，因为它跟课堂内容有某种关系，所以放完之后我会把这个连结显现出来，有兴趣可以再看一遍。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个时期的资料。我上课方式是分组讨论，我会在前一周介绍你们要读的作品，你们回去读完之后回来。我会提供几个讨论题目，分组让你们讨论完之后，汇整你们的想法，然后再跟全班分享你们的想法，然后最后再做补充。还有时间的话，会带读下一周的内容。所以每一个时期的讲义都在这里，那每一周的讨论题也都写好了，所以你们在预习的时候也可以拿我的讨论题目当做导引，我会。找来问问题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或是重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大确定这个作品重点在哪，你摸不着在干嘛，你可以参考讨论题目来做阅读的导引。好，然后接下来考试规定，如果你上学期没有修我的课的话，考试规定有一点变化，主要是为了防范 ChatGPT。所以譬如说格式要求比较严谨，要用多段落位上编码的文章。作答的时候要从文本至少四个不同地方举证，不是举证四次，是从四个不同地方个别举证。因为之前有同学作答，就是他拿同一篇证据讲四次话，所以这个是要鼓励你们要把整个文本都了解。那举证呢，这次一定要提供页码，或是如果是是的话就是行数，没有提供就当做这证据不存在。引用外源资料也是一定要提供出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当做不存在。所以给分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答案合理，然后举证四次都成功，你就拿满分40分，举证成功三次就36分，两次就是32分，一次就是28分。如果你非常努力举证，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就感觉都答不起来，或者是都不合理的话，我会看你可怜，给你24分，也就60%过关。可是如果你不去举证，或是你的答案格式不对，或是你都没有提供页码，你的分数就会是20分，50%。好，那个如果你还记得配分的话，40、40、20。如果你两次考试都只拿一半的话，就是20分、20分加起来40分，所以你要及格的话，就变成需要全勤。20、20、20加起来就60。或是如果你中间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来上课，也没有请假的话，你知道自己出席率有被扣一些分数，你考试就要趁期中期末考把那分数赚回来。就这个配分你们自己要抓一下。好，然后也请不要抄袭，如果你用外源资料的话，一定要提供跟我讲从哪边来的。即便是最枝微末节的一些内容，譬如说内容摘要或是什么开头文字，如果被我抓到是抄袭的话，整个答案就是零分，就不是二十分了，是零分。如果对抄袭这东西有兴趣的话，这边有一篇中文的文章来说明抄袭的由来跟重要性。如果没有写过申论题的话，这边有其他题目的其他答案可以让你们参考。所以虽然回答的问题不一样，但是答案格式都差不多。那当然就是不会给你这一门课的问题跟答案啦。期中考、期末考 ，OK。最后一个东西，加分题 （bonus assignment）。如果接近期末，你掐指一算，觉得好像不会过，你们可以考虑来写加分作业。
这加分作业，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老师只是不想当人，需要我教一个东西当借口，他就可以让我过了，并不是这样子。加分作业的意义在于，我配分已经设计成这样了，你只要有一点努力就一定会过。如果你还是不会过的话，我一定要看到你认真做一件事情。所以这边就写字数需要1000个有意义的字，或者是2000个有意义的中文字。有意义的意思是说，一，我看得出来是你写的，不是电脑写的，不是 AI 写的。然后再来，我希望能够跟你自己的大学生涯体验做连结，反映你个人的经验，而不是泛泛而谈。然后真的要满足那个字数。啊，所以你在算字数的时候，请小心。如果你是用 Google Doc 去写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一下，这张图片哪边有问题？有看出来吗？画起来的是几个字？两个字，但是它下面写说是五个字，因为它算的不是单字，它算的是字元，五个字母。所以当你在算字数的时候，如果你是用 Google Doc 去写的然后你最后再转成 Word 档，要注意有没有这个现象出现。通常据我了解，通常是那个 Google Docs 它有一个选项叫做存成 DocX 嘛，对不对？存成 Word 档，通常是那个功能出问题。如果你用复制贴上的话，通常不会这样子。或是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在 Word 里面开始，就直接在 Word 写，就不要用 Google Docs。像那个 Word 也有行动版啊，可以去下载 Microsoft 365，我们学校的账号可以申请，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打。它功能跟电脑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为了这种作业够用。OK， 所以如果你需要写加分作业的话，请注意这样的事情，不要让它发生。每一堂课我都会录影录音，然后会把档案上传 YouTube， 再把 YouTube 连结贴回来这边，就会就是穿插在那个 PowerPoint 之间。所以如果你某一周有事没办法来，你就可以上网补课。OK， 木头讲到这边，有要提问吗？好，没有的话，我发讲义，然后我们来简介。第一个美国早期文学。好，我们来讲一下早期美国文学的几个重要历史特色。美国文学的美国历史的时期分野其实比我们课本或是讲义分的还要更细，但更细的去切去看文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就是有做一些结合。实际上早期美国文学到1820年为止，它包含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是史前时期，第二个是殖民时期，就是英国把北美当殖民地的那段时间，然后第三个就是革命时期，就是美国建国那前后那段时间，统称早期文美国文学的早期。所以史前时期就是美国原住民嘛 ，Native Americans， 他们一开始是从那个俄罗斯白令海峡走过来到现在的阿拉斯加那边。然后再慢慢的就是移居散布在整个北美甚至中南美洲。
欧洲人抵达北美的时候，那北美已经不是一个荒地了，已经是全部都是被当地原住民开垦然后治理。如果回去读一些欧洲人抵达北美的一些历史记载，他们说哦，这是什么完美的境地啊什么，并不是，人都已经在那边了。北美的原住民文化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整个一大片陆地嘛，所以它其实社区跟社区、部落跟部落之间是有关联的。整个北美的所有的原住民部落都享有共通的一个图腾制度，图腾就是以动物形象作为一种信念或是社会关系的象征，所以譬如说会有乌龟图腾，会有老鹰图腾诸如此类的。图腾制度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在自己部落里面待得很不爽，人家都不要你，要把你排挤掉，然后你必须要迁徙到别的部落去，你只要跟那边的部落人讲说你是属于哪一个图腾，新的部落相同图腾的人就会把你收归进去，是跨部落的一种社会建制，非常有意思。那讲到美国原住民，英文有两种称谓嘛，一个是 Native American， 就是翻成美国原住民，另外一个是 American Indian， 就比较旧的称谓是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会叫做印第安人是因为下面会讲哥伦布抵达的时候，他以为他到达印度了，所以他就把那边的人称为印第安人。所以这个称谓是根据一个历史错误，但是经年累月之下呢，有一些原住民部落已经跟这个词产生认同感了，他们觉得我们就是美国印第安人，所以以政治正确的立场而言，应该称为原住民还是印第安人呢？看个别部落跟个别就是个人的习惯，我们在课堂上没有美国原住民，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原住民，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跟美国原住民互动交流的话，可以先确定说他们希望你使用哪一种称谓。好，那美国的西洋文化来自西方的文化史，所以就要从西欧开始追溯。跟文学相关的比较早的发展是1436年古腾堡发明了印刷制，在欧洲发明印刷制，我们都知道就是印刷制在中国也有被发明过一次，但是欧洲的发明是这个时间 Gutenberg。 那当然印刷机发明出来之后，第一个拿去印的就是圣经嘛，圣经最重要，所以现在欧洲甚至美国各地的几个大的图书馆有一些拥有的珍藏就是有几本古腾堡圣经，是他最知名的印刷作品。1452年 Pope Nicholas V 是教宗授权可以把非信徒给奴役，所以如果这个人他信的宗教并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就是三个同样传统的宗教，甚至他说他不信教，这个教宗就说好，你可以把他奴役，你可以把他变成奴隶，这就很严重啊，因为整个北美没有人信基督教，所以他这个那个诏令一颁布，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欧洲去的殖民者看到美国原住民就可以把他压为奴隶，这很可怕。这个事情后来是有被修正的，我们现在基督教的想法并不是如此，但是到修正之前那很长一段时间，是美国原住民过得很苦的一段时间。好，1492年，这个在传统课本上被说为这是欧洲人发现北美的一刻。1492年，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抵达北美，出发，他从意大利，他是从西班牙、葡萄牙那边起航。然后隔年抵达北美，他能够航行横跨大西洋需要很多资金，
所以他后面就是的靠山是西班牙的那个皇宫国王女王。哥伦布本人是意大利人，但是他是个商人，见到商机他就愿意做，所以是西班牙人。那个时候觉得葡萄牙的航海航行成就，好像太超前了。西班牙明明也是伊比利半岛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输这么多？所以就找哥伦布来，然后哥伦布跟他们说，世界是圆的，所以你不要就是向东，还要绕过非洲马六甲海湾什么什么才抵达那个印度，跟那个中国，你从西边走比较快。把西班牙王族就相信他，就给他钱，然后给他三艘帆船，他就往西航行，然后横跨大西洋之后抵达，现在巴哈马加勒比海那边，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些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 （West Indies）。然后抵达的时候，他看到皮肤稍微黑一点、比较原始一点的，感觉没有什么文化的当地原住民，跟我们就说啊，你看我们抵达印度了，白痴。所以这个就是北美的西欧人的第一个历史错误。啊，发现了北美这个欧洲人觉得是一片净土的这个地方，然后充满着森林啊、资源啊、人力啊，引起了帝国之间的这个不是战争啊，这个争夺 ，a contest of empires， 葡萄牙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然后什么荷兰啊、比利时，基本上呢，航海时代就是从，本来就有航海的欲望，可是航海能够带来的资源，让征战变得更激烈，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啊，所以除了争夺资源之外，另外一个动力是要传教 （proselytize）， 传教。虽然教宗说如果不信基督教可以把它奴化，但是有些人他解决方式就是把这些印第安人变成基督徒。那个基本概念就是说什么能够让多少人改信仰，就自己在天堂的地位就比较高，还是怎么样的，其实也是一个错误概念啦、是一个经过扭曲的宗教概念，但是那个时候很盛行。所以这也是航海殖民的动机之一，另外还有贸易。美国原住民他本来不属于世界贸易体系、经济体系，所以他们对于西欧人很重视的资源，他们自己觉得稀松平常，我们这边很多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反而是他们那边没有的，就是西欧的工业制品跟手工制品，原住民就觉得很珍贵，所以就造成就是双方贸易非常开心，各自觉得我那个换来的东西很珍贵，然后付出的东西很廉价。只可惜就是到后来变成就是西方社会体系称霸世界，所以美国原住民的那样的价值体系就不复存了，最后算下来是他们赔的比较多。所以譬如说就有一些很惊人的故事啊，下面会讲纽约 的建成立在这边。纽约怎么换来的呢？他本来上面也有住一些原住民，荷兰人过去用那个珠子，有带色珠子，然后拿去贸易啊，当地人觉得说很稀有啊，我们怎么都没有啊，所以用了就是几桶几把的珠子就可以换来整片纽约的土地。所以贸易也是一个殖民的强大动机。但是随着西欧人抵达北美，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宗教跟手工工业制品，他们带来还有一些负面东西，譬如说酒精。那当然美国原住民他们也会酿制就是发酵饮料啦，但是西欧的酒是比较浓的，上瘾性也比较高，所以当然就是第一次喝的人就会觉得说哦，很快就可以抵达就是喝醉的状态、懵的状态，非常有效率，可是殊不知喝越多越难停下来。第二个带来是疾病，因为相隔整个大西洋，那个细菌病毒之间是陌生的，所以西欧发展了很多
病毒细菌是北美没有的，譬如说叫什么水痘，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牛痘，还有什么小儿麻痹的那个病毒，诸如此类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不小心的，那个时候没有细菌说，细菌理论是19世纪末才发现的。但是当西欧人发现说，哎，美国原住民好像很容易遇到我们就生病了，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刻意用这种非常原始的生化武器，所以譬如说冬天很冷的时候，就会假装很友善的送一堆毛毯过去，但是毛毯上面全部都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就那个部落就死了一大片人，用这种阴险的方式来扩张控制的那个领地。所以以上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我们就叫做殖民运动 colonization。想要在新的地方建立据点，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后果，有些好，但是更多的是不好的。到了1501年，历史记载第一次有西欧人把非洲人当作奴隶运来北美，他运去 Hispaniola 这个岛屿，这个是现今那个叫什么，加勒比海以北有一个大岛，西边是海地，东边是多米尼加共和国那个岛屿，然后是西班牙的殖民者带过去的。Hispaniola 其实这个就是西班牙文的小西班牙的意思。那为什么加勒比海需要黑奴呢？他们那边的农业是什么东西需要庞大的人力呢？他们种甘蔗。甘蔗如果你还记得，就是台湾史有讲过，就是种甘蔗收割那个很累，因为收甘蔗很容易受伤，那个甘蔗叶很尖啊什么，然后又要去压榨变成糖什么，就很费人力，而且又很容易受伤，所以最适合用奴隶，因为就是殖民者就不用在乎奴隶的那个健康跟人力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人家没办法工作，就让他就是死去，甚至把他干掉。1565年，西班牙人在北美的陆地上面建立第一个据点，一个殖民地，在佛州 （Florida）， 就是最东南角那个凸起的那块。这个是西欧人，在北美第一个建立的永久据点，就是并不是来贸易完就走，他们打算留在那边。1588年是一般认为对于北美殖民地的生活状况的第一篇报道文学。Thomas Harriot 写的这篇 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foundland of Virginia 维吉尼亚州，在东边偏北一点，在华府以南。它出版地在英国。1607年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 Jamestown， 也是在维州。这个通常被认为就是因为美国他们讲英文嘛，他们主要的历史跟文化渊源是追溯到英国，所以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成立之前历史的开头，在这边1607年。1614年荷兰人建立现在叫做纽约的地方，他们当初叫做新荷兰 New Netherland， 借由刚刚那个不公平贸易的方式来建立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去纽约市，它有一些小街或小路的名称，也是反映当时的荷兰文跟荷兰文化。1620年英国来了一群 Pilgrims 朝圣者，那其实他们信奉的是Puritanism 清教，也来到北美这边，在麻州 Massachusetts 成立的 Plymouth Plantation， 也是一个殖民据点。清教徒这个很重要，
美国到现在为止，也是就是主要的文化精神也是清教精神。比如说，如果清教徒他们就是新教的分支，就是基督教有分天主教跟新教嘛，差别在于天主教全部都相信同样一套那个教宗授权的一些信奉信条。新教呢，是你只要自己有一个想法，你可以另辟蹊径开建立自己的分支，没有一个中央管辖权。所以清教徒是属于新教的，他们自己的相信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人必须要什么洁身自爱啦，要维持超高道德啦，然后什么性是不好的，身体是不好的啊，然后要天天怕被下地狱啊什么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充满自我约束的一种宗教信仰。他们为什么会来北美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极端到被英国国王驱逐出境，所以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只好来北美。以至于现在，如果你看美国大众文化，你也可以观察到，还是有一股清教流在那边。譬如说，如果你看美国电视节目，他们不能应该说那种像脱口秀啦、实境秀啦，就不是虚拟的。那些节目他们不能骂脏话，对，骂脏话就会被逼。这个欧洲跟英国都没有这种限制。或是譬如说什么电影电视的分级制度也是从这边来的。会觉得说几岁以下不是说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这是借口，一开始是觉得说不道德。尤其早期会觉得说，如果你做太多被认为不道德的事情，你等于是被恶魔附魔了，然后所以要把你驱逐，让你自己跟恶魔去搏斗，类似这种想法。所以就有时候 会造成一些蛮矛盾的现象。譬如说那个 Billie Eilish， 她17岁的时候上电视节目，她自己明明满口脏话，但是她每讲一句脏话就被逼，然后逼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人觉得18岁以下的儿童不宜，这种奇怪现象。好，那新教 Protestants 讲完了，下一个赫尔文教派 Calvinism， 清教徒是属于赫尔文教派的。赫尔文教派就是有他主要的信念就是预选说，就会觉得说，天主教觉得如果你犯错了去告解，然后去做善事，你就可以重新回归升天堂的资格。但是赫尔文教派觉得说，这个逻辑要反过来，上帝一开始就已经选好谁上地狱，谁上天堂，谁下地狱。那如果上帝都选好了，那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个宗教？就是为什么要乖乖的呢？他就觉得说，因为通常表现比较好的人，做比较多善事的人，通常就是上帝所选的那些人。所以这个宗教逻辑就跟传统天主教完全相反。天主教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有得救机会，赫尔文教派觉得说每个人都要小心，不要就是透露出自己要下地狱的命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不同的宗教体验，不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得救赎，而是恐惧小心不要下地狱。那因为北美是新教徒的一片地，除了英国之外还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还有法国，法国当时也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就欧洲的一些宗教战争也蔓延到北美殖民地去了。所以早期殖民经验是跟其他教派打仗啊，跟原住民打仗啊，就是还蛮混乱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所以因为克尔文主义这种就是要防范下地狱的这种精神，所以如果有些女生表现比较不一样，或是开始有些独立想法什么，可能会被指控为女巫，所以就会有1692年那个沙冷女巫事件 （Salem Witch Trials）。它虽然中文叫事件，但英文 trial 它其实就是一个审判。它不是法律审判，法律审判需要证据什么？它是宗教审判，宗教审判就没有无罪推定原理，而必须要证明不是女巫。它证明的方式就是，如果在身上绑石头丢到海里，还浮起来的话，就是女巫。所以死的话就是无辜的，活的才是有问题，或是一样。把女生绑在木桩上面烧，而如果烧了之后烧不死，就是女巫；烧死的就是无辜的。是，也是就是美国历史的污点之一啦。这前几年麻州的那个叫什么州议会，也还在为这些无辜的女性做历史平反。所以这就可以。以反差的方式带我们看到17、18世纪比较广的一些历史趋势。那个在欧洲是启蒙运动的开始。启蒙运动就是常常被誉为说什么科学理性的始端，没错，但它那个只是开始而已。宗教的元素还在的，信仰的元素还在，它只是渐渐开始做转变，开始去 care 说。实证精神开始去 care 说实际的因果关系跟证据是什么？但是象征层次的逻辑还是存在的，所以与之同时也有就是叫什么感性运动吗？The sentimentalist movement，它重点就是 sympathy。sympathy 我们现在翻成同情，就感觉好像上对下，但它那个时候意思是同理。借由同理心，当时就会有以女性为主，就会去推一些社会运动，比如说反奴隶制，或是下面会提到美国比较晚期才会出现的什么反酗酒、反贫穷，基本上就是以用同理心对待他人为主要的诉求。那另外，探究了整个新的大陆，西欧人从来没有去过的一块大陆，自然就会带起相关学门的兴趣跟热潮，所以就会有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自然史这个学科其实今天不存在的，它已经被分为其他更详细的学科。自然史原本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借由观察跟收集。来记下大自然所有这个的微妙之处，但是这背后也是有宗教原因的，因为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所以你越能够发扬光大大自然的各种奇妙跟神奇，你等于是间接的越去发扬上帝的深奥跟创造力。另外遇到原住民，所以就会有民族志的兴起，不只是。把原住民当作强迫的人力，或是战争对象，或是野蛮人而已，而是会有一些人开始想要去了解原住民的文化跟社会制度长什么样子，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长什么样子，他们的语言有哪些特性。那相反的，另外一股热潮是回忆录的热潮。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北美，不是每一个人都当殖民者，所以乖乖待在家里的西欧人，他们想要了解北美的状况跟生活模式呢，他们就会去读回忆录，所以这也是回忆录大出版的时间。1726到56这一片时间，从英国然后传。到北美这边有一个宗教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 大苏醒。
通常被史学家认为是一种 revivalism， 是一种宗教的复活。就等于是这样啦，就是宗教信久了，你容易变成约定成俗，有其外表但失去内涵，只是过个形式而已。所以美国有一些牧师，他们希望改变这样的状况，想要给宗教活动更热情的一个精神跟内在，他们就会开始去在布道的时候讲说要注意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你自己生活中有没有保持那种基督教的灵性，触发了很多一般人重新意识到生活中的宗教跟象征层次。那因为他你看嘛，横跨30年，所以并不是说就是一两下子就没事了，这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遍布整个西欧人控制的那个北美领地。然后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 Jonathan Edwards 这个牧师1741年的布道演讲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你看这标题你就知道这一定是克尔文教派的，怕下地狱的人，有罪的人面对一个愤怒的上帝。据说他第一他讲这个布道演讲的时候，他面无表情，没有任何戏剧效果，单纯就是念稿，但是听众里面就有信徒晕倒的晕倒了，尖叫的尖叫的，歇斯底里歇斯底里的，因为他整个演讲都是巨细靡遗的讲说你日常生活中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下地狱，走在一个钢索上面一不留意就这个掉下去，走在悬崖边如履薄冰什么的，然后讲的基本上你生活中听的人相信的人就会觉得说天哪，这日子怎么过啊。那他最后 的结论就是你唯一的救赎就是你要听从上帝，然后严格遵守他的教条，就让你感受一下那个克尔文教的精神。好，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进入革命时期。美国革命、美国独立运动、美国革命战争是1775到1783年之间。起因是因为，当然有很多起因啦，但是主要起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英国的乔治五世国王太不懂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经验了，远在英国定了一些法条，收的一些税额，完全跟他们那个殖民者所面对的困境跟需要的资源差太多了。那个时候另一方面乔治五世据历史研究好像就是有一点那个铅中毒了，所以他脑袋也是不是很清楚。所以他起因是对于茶叶课征新的税收。北美那边的英国人就很不爽，他们就侨办成原住民，然后那个硬去波士顿的海港上那些茶船，然后把茶叶倒到海里，历史称 Boston Tea Party。 中文怎么翻这也有争议，因为 Tea Party 感觉就是喝茶派对嘛，可是居然有人主张翻成波士顿茶叶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政治活动，不是很合理。但总之你要知道两种翻译都有。然后接下来英国也开始收印花税，就是邮寄东西的时候那个邮票的税额也增加了。那北美那边的殖民地他们就是靠书信来往嘛，我给你们看英国一开始建立的13个殖民地，基本上就是横跨现在美国整个东岸，偏那个这么大的一片空间能够沟通的话一定是靠书信的，所以一旦英国增加印花税，彼此联系就变得更昂贵。殖民地的人就觉得说英国你那个小小的岛屿不懂我们的痛苦，你怎么可以增加我们印花税呢？那最重要的导火线是美国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权，所以他们这些困境无法向国会正式的反映，无法正式引起辩论跟修法。
他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我们地比英国还要多，我们人的状况跟英国人的状况那个差这么多，居然没有代表性。所以他们当时革命的口号之一是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没有代表不能收税。然后美国内战不是美国独立战争是在麻州，好像就是我没记错的话在 Boston 开战。那因为是13个不同殖民地，他们只是友好关系，并没有一个统一政府，所以是一个一个的慢慢就是革命起义。到了1776年才派每一个殖民地派代表去费城开会，决定说我们要统一战线，然后正式宣战，然后什么什么。所以也是1776年那个杰弗逊在费城写成了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那这个殖民地 的领导都是贵族啦，有地的地主，有钱的一些贵族人上层阶级的人。所以老百姓会不会革命呢？其实是一个未知，所以就找一些信奉革命这件事情的人去写一些文宣。最知名的是1776年出版的 Thomas Paine 写的 Common Sense 常识。基本论述就是需要革命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常识，你用膝盖想你也知道我们必须要革命，然后就讲的就是头头是道，所以最后一般老百姓也支持这件事情。你要记得当时英国是日不落帝国，世界第一霸权但是英国那边的殖民地状况已经惨到觉得说不得已必须要革命，胜算非常微小，但是还是要试试看。那我们当然知道的就是他美国成功建立了嘛，就是革命战争打赢了，但是中间其实有很多很险的地方，另外也有受到法国跟西班牙的资助，因为他们三个当时都是殖民政权，彼此在角逐，所以英国败了，法国、西班牙他们觉得自己胜了，所以美国人不是自己独立革命后，一开始也是有受到帮助的。在此期间最知名的回忆录是1782年出版的，这个作者 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是法国人，但是他住在那个北美英国殖民地，然后最后就是变成美国人。他写的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就是讲那段时间一般的农家的生活经验，在革命战争期间的生活模式。好，革命战争1783年打完了，下一步要干嘛？建立宪法。所以13原本叫殖民地嘛，现在叫州，13州的人又派代表去费城去敲定说美国宪法应该长什么样子这个也有很多争论，主要有两个提案，一个是用今天的联邦制 Federalism， 另外一个提案是用当时的邦联制 Confederacy。 有人知道联邦跟邦联差别在哪吗？除了字的顺序不一样以外，其实中文差别比较明显，联邦强调的是联合比较统一，邦联强调的是各自的邦那个邦国，所以是比较分散的，那个中央单位的权力比较弱。所以譬如说要通过新的法律必须要13州全部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诸如此类。那后来决定宪法应该用联邦制，所以美国现在是联邦制国家。但是当时有很多比较大的州就比较反对，就是说明明就是我权力比较大，为什么我要重属一个中央政权？所以当时就有三个重要的开国元勋。美国开国元勋的定义基本上就是有签独立宣言的人都叫开国元勋。那其中有三个人联合起来去写一系列的社论，去论述说为什么联邦制的宪法比较适合美国这个新国家。他们写这个东西是刊登在报章杂志上面，因为最后必须要由13州的人民投票通过宪法才会生效。
这三个人 Alexander Hamilton、汉密尔顿后来变成第一届的财政部长。他前几年在美国有一个音乐剧讲他的一生，非常轰动一时。John Jay 后来变成美国第一大法官，然后 James Madison 麦迪逊变成美国第三届总统，第三任总统，这三个人都很重要。他们写的系列就是 The Federalist Papers， 联邦制论，联邦论，通常翻中文翻联邦论。1790年，美国境内第一个版权法案 Copyright Act。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版权限制，你想要盗印就盗印，你想要偷就偷， 没人管你。但这1790年的法案也很特别，它只适用于美国本地的印刷品，所以在国外印刷的东西你还是可以偷来，可以印来卖赚钱。这个要到之后才会有国际的那个版权法生效，所以欧洲人就抗议啊，因为美国新国家没有什么太多印刷品，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作品，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只有那个形式，没有实质意义。1794年，伊莱惠尼发明了那个 cotton gin， 应该叫什么？棉花波那个分离机。如果你有摘过棉花，你们有摘过棉花吗？摘棉花跟种收甘蔗一样很痛苦，因为我们要能够用那个棉花，必须要把里面种子剥出来，可是它种子就长在棉花里面。如果你有东西卡在棉花里面，要把它摘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有多痛苦。所以这个美国种棉花通常是南方的州比较多，这就为什么南方的州他们比较喜欢用黑奴。那这个人发明了一个分离机，就是这个机器可以自动的帮你把种子剥出来，超神奇的。啊，你觉得说这个机器发明之后，黑奴制就会消退吗？哦不，效率增加，可以种的东西更可以种的棉花更多了，需要更多的人力。所以这个其实助长了黑奴制的成长。黑奴制很可怕，当然就是黑奴本人就很受苦，但是人命，即便是奴隶的人命也值钱。通常是有钱的地主才买得起黑奴，也就是说，如果这东西值钱，你就可以拿去当借钱的抵押品。那如果你去跟银行贷款的话，你要讲说，贷款付不出来的话，你要没收我的什么东西当抵押品。通常房贷就是房子嘛，车贷就车子嘛，付不出来房子车子就归银行。但那个时候黑奴也可以当抵押品。也就是说，你一个黑奴可以以他的价值拿去投资，然后赚用钱滚钱，赚更多钱。所以有史学家认为，美国的黑奴制是当代我们现在以投资为主的那个财经制度的诞生。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制上面。1803年，美国领土大扩张。那个时候，拿破仑在欧洲打仗缺钱，他就把法属殖民地贱价卖给美国 ，Louisiana Purchase。他为什么叫 Louisiana？ 因为不是拿破仑，其实是路易拿破仑他的侄子。Louisiana Louis 就是他的国王名称，所以这个就是路易拿破仑那个领地，就是 Louisiana。现在美国德州东边有一个小州叫路易西安娜，就是从这边来的。好，所以到底卖多少地呢？看到别吓到，绿色这一块一口气全部卖给美国，美国领土瞬间翻倍，就加倍成长。右边橘色是就是独立之后渐渐开垦拓展的领域，绿色跟橘色之间那个蓝色是有领地权但是还没有编收为州，它只称为领地 territory。 所以一口气就是从东边，从密西西比河，它是一个南北流向的河，西边到落基山，中间这一片土地全部卖给美国。
那所以国土瞬间成长一倍，政府就会想知道说我们买的到底有什么，有什么资源可以用，有什么印第安人必须要面对，有什么挑战需要去克服，所以就派了两个探险家 Lewis and Clark， 美国知名两个探险家去丈量这一片土地看有什么。这个又是一段历史故事，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空讲，但总之美国领土加倍成长，接下来就要面对一个问题，这么多领地要不要开放奴隶制？当时状态是南边的州很支持，北边的州很反对，主要是因为北边的州他们用不到黑奴，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他们就比较能够去面对黑奴制的不人道，所以反对黑奴制的人北边比较多啊。所以这片领地一半南一半北，该怎么办呢？这个其实可以说是美国内战的原因，等一下会提到。1807年美国禁止进口黑奴，但是境内的黑奴贸易还是可以继续。奴隶制其中一个很伤的地方就是它是以个别的人为买卖单位，不管家庭关系，不管亲属关系，如果一个奴隶主缺钱，他可以一个一个卖，不用管这些奴隶之间的关系。这种破坏性的制度没有废除，他们废除的是不能从国外进口新的黑奴。那当然不能进口胜过能够进口，但是黑奴制的问题大部分都还存在。好，下一个要讲的事件是1812年战争，它名字就叫1812年战争 War of 1812。 这个是有人说这是美国独立战争 Part 2， 因为这也是美国跟英国打仗。这战争超蠢的，没有特别原因，就是英国人觉得说美国人你刚独立，这么你才刚独立，你在国际贸易这个制度上面就已经这么的嚣张，然后还不尊重英国的贸易船，然后还不尊重国际航海法，我一定要给你修理一顿。就从英属加拿大向南攻击啊，因为华府偏北，所以1814年打到华府，把华府烧掉了。现在白宫啊、国会大厦啊，什么为什么都白色的？因为他们要把就是战争的痕迹整个就是盖过去，所以重新上漆。啊，这个战争是美国获胜了，所以英国想要修理美国一顿也没有修理成。战后跟战前状况没有差太多，整个战争就很废。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1815年的时候 Andrew Jackson 杰克逊将军在纽奥良这个地方把英军打败了，结束了1812年战争。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人之后会当美国第20任总统，然后他的那个政策非常的有影响，很多人觉得是不好的影响，等一下会讲然后1820年结束的原因是因为Washington Irving 是一个作家，被称为美国第一个重要的本土作家。他19到20年之间连载，后来出版他的作品集 The Sketchbook 插画本。他其实讲的是，他其实也是一种回忆录，回忆录啦、短篇小说啦、诗集啊，就是一篇杂文集。他虽然是美国第一个重要本土作家，可是他这个作品出版在英国，你就知道美国国内的那个出版事业还没有兴起。然后以他的出现结束早期美国这个文学时代。好，所以关于第一个文学时期有要提问吗？你可能会想说啊，老师你都没有讲到什么文学啊。对，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文学，都是历史宗教什么什么的比较多，所以就比较无聊一点。好，那我们来看19世纪上半叶战前时期 Antebellum Period， 这直接从拉丁文来的， Ante 是 Before， Bellum 是战争，所以 Before the War， 内战前。所以理论上应该是1861年结束，但是这样的话61到65年之间的东西就算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就说到65年内战结束为止。1820年第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密苏里
协议 Missouri Compromise， 这个就是试图去解决刚刚讲的那个新的领地要不要开放黑奴这个问题。美国国会讨论好久，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真的是密苏里州要不要开放黑奴制，最后决定是密苏里州可以开放，但是新加入的缅因州不能开放，这样维持平衡。然后未来呢，只要在这条线以南的就开放，以北的就不开放。为什么这条线呢？因为这个差不多就是棉花开垦的那个气候线，以北比较难种。啊，想必这个想要完全开放黑奴制的人不爽，想要完全废除黑奴制的人也不爽，两边不爽，所以才叫一个 compromise。那也因为这个大家都不满意，所以这样的协议其实维持不久。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几个趋势，一是移民，当然就是因为美国领土大扩张嘛，所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塞得下新的人。那另外就是因为爱尔兰那边这个时候正被英国荼毒，爱尔兰是英国殖民地，正被英国荼毒，经过大饥荒啊，所以爱尔兰你往东走就是英国大仇人，那你只能往西走就是美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有很多爱尔兰血统的人，很多都是这一段时间大饥荒时期逃到美国去的。美国19世纪另外一个特色是经济不稳定，常常有股票大跌，常常有什么大公司倒闭，那个是资本主义还没有摸出该怎么规范的时期。所以譬如说这几个 panic 全部都是经济大萧条的时间，1819年、1837年、1857年，基本上就是十几二十年一次。仔细想想，好像跟21世纪一样嘛。我们也是什么2000年前后来一次，然后2008年经济大衰退，然后2020年因为 COVID 的关系经济又倒退，差不多啦，都是很不稳定的时期。有史学家觉得说21世纪初跟19世纪初有很多地方很像。另外一个趋势，都市化，人口变多了，总不能每一个人都往西边推吧，有些人就留在东边，所以都市化程度也增加。都市化增加，人口变密了，所以报章杂志的市场也变大了，开始有杂志文化 periodical culture， 其实是报纸为主的，报章杂志文化。所以各式各样，基本上你只要有500个读众，你就可以发行一个报纸了，一份报纸，然后就可以维持营运了。各式各样就是地方的小报，非常有意思。那另外呢，就是女性作家也开始出现了。以往作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职业，没办法维生，但人口变多，读众变多了，可以开始变成就是养家活口的方式，女性借由书写也可以取得经济的一些独立性。那当然通常他们的作品没有被认真看待，不没有被当时人视为就是高尚的文学作品。我们今天看法当然不一样，等一下19世纪下半会提到一个重要的女性作家。几个重要的文学作品首屈一指，就是1826年这个作品 James Fenimore Cooper 写的小说，长篇小说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Mohicans 是一个原住民部落，他讲的是一个白人被原住民绑票，然后要变成认同这个原住民部落文化的一个故事。但是他观点是一个算是一个恐惧观点嘛，他把印第安人变成他者，就不是我类的，是他类的，所以你把我们的人绑票过去，变成你们那个异端，变成那个原始人，讲成不好的东西。那故事讲说就是什么什么两个青梅竹马，然后一个被绑，然后就过很久之后又相认什么 ，anyway 很煽情。但是这个作品有意思的是，他写成的时候，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没见过原住民族已经大部分被赶出
白人居住的地方了，所以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奇幻故事，历史根据也没有很多根据，然后一般人也没有这个经验，单纯就有点像西部小说、推理小说那种奇幻。1827年，美国第一个铁路建成 ，Baltimore and Ohio， 巴尔的摩在马里兰州华府以北 ，Ohio 在五大湖区，就是芝加哥那边。所以它等于是把东岸连接到当时的内陆。你要记得，这时候美国还没有跨过落基山，所以等于是把海边跟内陆连起来了。东西交通变得更方便。这铸成了十九世纪这个时期被誉为美国文艺复兴、文学文化大兴起的时间，东西交流增广，所以东边出版公司有了新的市场，内陆市场可以卖过去了，所以可以大发那个出版钱。这也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美国出版社都位在纽约。那交通除了铁路之外，还有蒸汽船 steamship。steamship 它要能够航行，就必须要有渠道 canal。五大湖彼此间其实没有连接，它是人工渠道连起来的，然后往东连到哈德逊，河，然后河哈德逊河再连大西洋，所以全部都连起来了。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他一当选总统，立刻就开始移除美国原住民的这个运动，通过法案 Indian Removal Act， 1830年，强制把美国原住民赶走，往西边赶。人家不走怎么办呢？派军队过去，把人家就是硬性逼走。啊，所以原住民就必须要离开他们的原始的那个林地啦，离开他们祖先的坟墓啊，离开他们熟悉的自然环境，然后被赶去落基山脚或是加拿大边境那边比较偏僻的地方。这个大迁徙被称为 The Trail of Tears， 泪水步道，因为人家就是边走边哭，除了哭以外，中间也死了很多人。因为就是美国政府当时的法政策就是不管他们死活了，要走就对了，所以中间发生什么事他们一概不管，很惨。那为什么要把印第安人赶走呢？因为当时杰克逊推行的意识形态叫做 Manifest Destiny， 就是叫什么命运说吧， Manifest 是彰显的意思，自我彰显，他意思是说北美这么一大片这个土地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所以理所当然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征服这一块土地，中间完全忽略了印第安人的存在。那我们天生就被赋予这么大一片领地，想必我们一定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国家， exceptionalism， 这就是美国这个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就很拽，这个心态的起源就在这里。那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把就是想要冒险的人让他们往西边发展，那待在东边的人就有新的一种文学可以读， Westward Travel Literature， 向西走的一个旅行文学。这个不是西部文学，不是西部小说、西部电影，西部小说、西部电影是开垦完毕之后的一种怀旧的文学，这个是正在开垦的时候的冒险文学跟回忆录。好，1832年又是一个内战的导火线之一， 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南加洛莱纳州。加洛莱纳在哪里？北加洛莱纳州在维吉尼亚州下面，然后北下面就是南，然后南加洛莱纳州下面就是，没记错的话是乔治亚州，乔治亚下面是佛州，所以大概这个空间位置。这个州做了什么事呢？他们说
联邦政府要求我们要遵守什么黑奴相关法条，我们不听，我们是主权的州，因为美国州其实他们都是邦嘛，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州内的宪法跟法律跟制度，只要没有横跨州线，一州之内的事情就由州政府管，全权管理。所以这个州他们觉得就开始有大头症，他们觉得说这事情我们是有独立主权的，联邦政府不能管我们的黑奴制。所以那个是美国大法官颁布新的判决，说这个州必须要怎样怎样，然后这个州就说我们不听，怎么办？一般来说，这个就是联邦政府派军队的时候。可是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派军队，就会开始打内战啊，没人想要打内战，所以最后怎么办呢？借由中间斡旋协调，就是给人家一点甜头，但是最后人家还是愿意遵守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把内战的爆发再往后推延20年。他中间用的理论叫做州权 （states rights）， 某些事情上面州有自己的主权，联邦政府不得介入。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境内的事情联邦政府没事不能介入，但是他这边运用的地方在于黑奴制，黑奴制是跨州的贸易行为，所以联邦政府应该可以管辖。这概念很重要。到了内战前夕，南方的州他们都主张说，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这个奴隶制而已，而是为了这一个法律精神，要维持我们州的主权。要维持他主权做什么事呢？就是去管自己的黑奴，不要听联邦政府的规定。有时候你现在如果去注意美国的境内政治论述，还是会有人就是秉持州权这样的观念，但是这些人通常就会避开州有权利做什么事，会刻意避开黑奴的部分。但是根据当时文献，所有支持州权的南边政治人物通通都是为了捍卫这个黑奴制度，没有例外。1844年电报被发明，由摩斯 Samuel Morse 发明电报，所以为什么那个叫摩斯密码，因为这个人名就叫摩斯。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仰赖通信的讯息，立刻就可以东西横跨传送。然后这个也造成落基山以西的一些领地，他们这个消息不用等蒸汽船绕过什么巴拿马或是什么南美之类的，他们立刻横跨落基山拉电报线，他们就可以互通，美国才真的开始有一整个国家的感觉。现在美国制度很多蛮奇怪的嘛，每一个州权力都很大啊，然后什么投票的时候以州为单位，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啊，什么都是因为原本那个领地太广了，没有一个统一感，是从这个时间1844年才开始有一些转变。1846-48年墨西哥战争，美国因故刻意跟墨西哥就是挑拨开战，主要是因为1845年德州这块领地的人他们想要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所以他们自己宣布独立然后宣布加入美国啊。所以当墨西哥反对去派军队去德州这个地区的时候，美国就有借口可以派军队去跟他对打，然后打赢了，所以德州加入美国是借由这样 的过程。很多人觉得其实这个战争应该是非法战争。话说墨西哥什么时候成立的？就是在稍几年前从西班牙独立，这边没有写。1848年纽约举办了第一届的女权大会，终于有一次以全国性的方式讨论女性议题。当时女生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基本上只有生命权啊，不能拥有自己财产，然后这个不能自己开门做生意。所以这个大会的主要成果在纽约通过了女性财产法，已婚女性可以合法拥有财产，
未婚女性还不行啊，所以女性运动再结合上面那个什么感性运动，什么同理心，加起来就推广了这个时期若干个改革运动，女性改权力改革运动，反喝酒运动 temperance， 这很重要。二十世纪初美国会禁酒，也一段时间，反奴隶制度、反贫穷运动、反贫穷运动等等，所以这也是美国改革精神的源头之一。1848年到1855年，加州淘金热，一窝蜂的人跑去加州淘金，变富有的人不多，但是留下来住在加州的人变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加州人都很有那种这个大摇大摆，就是不理人，然后觉得就是自己是另外一个世界那种个性。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都是这些淘金的人的后代。1850年通过了逃逸奴隶法案，这个法案很可怕，他是说如果一个黑奴逃到废除奴隶制的州，以为他已经解放了，那个州政府必须要抓这个逃逸黑奴，把他送回原本的奴隶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你要真的要解放的话，你必须要逃到加拿大，就很可怕。那当然就是不是北边每一个政府都会配合，但是不配合的话，联邦政府有权去派军队介入什么什么。就是你听到这个法案，你就知道内战已经离这个时间不远了。他1854年被废除，但是废除的原因不是一个好的原因。就是刚刚这张图，新的领地要不要开放黑奴制？这个协议没人喜欢，所以后来有1854年通过新的法案叫 Kansas-Nebraska Act， 美国要成立两个新的州，一个叫肯萨州在这边，一个叫内布拉斯加州在这边，对，在这边，稍微西边一点。那黑奴制怎么办呢？他们决定说，好了，不管了，你们既然要成为自己的州，你要有自己的主权，你们自己决定。为什么这件事情很不好呢？因为你们是谁？那个州的人民，什么才算那个州的人民？住在那边的人。所以，如果你非常支持或是非常反对黑奴制，你可以搬去那边，影响那个州的政策。那19世纪的民主不是很和平的民主，是很容易爆发口角肢体，甚至枪火冲突的一个政治过程。所以那段时间尤其肯萨州的冲突特别严重，因为它比较偏南，所以那段时间叫做 Bleeding Kansas， 流血的肯萨州，因为冲突真的不断，甚至有人说美国内战是从肯萨州这种就是械斗啊枪火斗争渐渐才扩大到整个美国。好，1850年第一部真正伟大的美国文学作品问世， Nathaniel Hawthorne 写的长篇小说《红色字》The Scarlet Letter。 他故事是讲说 Hawthorne 是一个历史小说家，他写了一些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他的故事是说东岸殖民地清教徒社区里面有一个女生外遇，然后所以被社区驱逐，他被勒令必须要穿上面有印一个红色 A 字，因为外遇的英文是 adultery。 所以他被社区规定说一定要穿着外遇字样的衣服，就走到哪里都没人愿意帮他。但是 Hawthorne 霍桑写这本小说的观点是一个同情的观点，会觉得说这样子做实在是太不人道了，人是需要有家庭有社群的。所以是虽然是历史小说，但是提供新的历史观点。1851年，据说有人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问世的《白鲸记》，Herman Melville 写的《Moby Dick》，Moby Dick 是鲸鱼的名字。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叫什么，
船长有一次呢被鲸鱼撞船毁船，就是叫什么，就是翻船的。后来他对这个鲸鱼记恨在心，一定要报仇。他终其一生都追着这只大白鲸。这本小说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故事，而是梅尔维尔作家在小说的里面加入各式各样跟猎鲸相关的知识，鲸鱼的知识，当作资源，当作动物，当它的历史、自然史，全部都写进去了。小说非常厚，所以这也是呈现小说的那个 expansive 扩张式的小说书写。1852年出版的这本小说《Uncle Tom's Cabin》，阿姆叔叔的木屋。Harriet Beecher Stowe 一个女生写的，这个是19世纪最知名的小说，畅销最畅销小说。它讲的是黑奴的痛苦。 Uncle Tom 是他是个黑奴，然后呢他为了保护逃走的那些奴隶，他自己愿意担当责任，然后所以他一直过着受苦被罚的日子，只为了能够成功逃走的那些黑人。当时轰动一时，大家看得痛哭流涕，然后誓言一定要改革这个黑奴制度。作者是个白人，现在他的历史评价比较低，大家觉得说他用太多黑人的刻板印象了，甚至有人认为 Uncle Tom， 他 Uncle Tom 现在是一个骂人的话，讲一个黑人为了迎合白人出卖自己的黑人，其实跟小说写的相反，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子。1853年第一本非裔美国人写的长篇小说问世，但是因为是非裔美籍人，他是严格上来说他是逃逸的黑奴，所以出版在英国。1854年梭罗的湖滨散记问世，湖滨散记是美国超然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超然主义有点像是美国版的浪漫主义，它强调的是自我的神圣性啦，改革这向上的可能性，日常的神奇性，以及大自然的疗愈性。我们下周读超然主义头头爱默生 Emerson 的诗，就会看到 Emerson 其实以散文闻名，但是他散文非常难读，所以只好挑一首诗，两首诗。1855年惠特曼这个美国大诗人的代表作《草叶集》问世，第一版。他终其一生一直在改版，一直在增加，但是第一版是1855年出来。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判决， Dred Scott。 这个判决的内容是黑奴没有法律身份，他不能为自己在法院前面抗辩，他没有任何权利。那记得这个时候那个逃逸黑奴法 还存在，所以即便黑奴逃走到一个没有黑奴制的地方，只要他被抓到然后在联邦法院审判，他就没有任何权利。一般被认为这是美国最高法院最烂的判决，后来被推翻了。1859年这个是内战的静音， John Brown 这个白人反黑奴制，他带了一群人去攻击维吉尼亚州的军火库，他原本是要引爆内战然后抢得先机，但是他起义失败了，然后 被判决吊死，但是他鼓舞了其他一样反对黑奴制的人，以至于1861年真正开战的时候呢，愿意打仗的人变多了。1861年为什么开战呢？也是南加州莱纳州搞的鬼，就是他们叫什么，有一个联邦海军的船经过，然后那个州政府就把人家拉下来说你不准走，你侵略我的主权领地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不得已就是北边才开战，打了五年，很惨，这是美国最血腥的历史事件。最后一个1862年林肯总统为了助长那个己方的战力，他就说
你只要不跟北边政府为敌，你就有权去西边联邦土地上面划出160英亩的领地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一个忠实的公民，我就给你160英亩的土地。所以原本可能在摇摆的人，他们最后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不帮南方打仗，同时也助长了就是西边领地的开垦。好，下一周读五首诗，两首是爱默生的诗，跟超然主义相关。有三首诗的作者是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在哪里？好，没有他名字 Longfellow。他现在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当时是最知名、最畅销的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很多很脍炙人口，今天还是会读，我们就读两首，三首爱默生，两首 Longfellow。 OK， 所以回去读一读，下礼拜我们再来分组讨论。有没有提问？ OK。